我和杨十六假戏真做呀，啊！万一我意志力不坚定怎么办？还好我意志力坚定。 解决了，你亲眼看见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安志鹏在我面前捅了他两刀，当时就血流成河，断气了。尸体呢？埋了。行，你在这待着吧，杨虎一心重，我回去交个差，晚上我就回来，咱一起走。 好好活着。 你应该跟他一块儿跳下去。王八蛋！你枉费石榴对你是一片痴心。哥，你干什么呢？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你就是个傻子。 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一直都在欺骗你的感情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？真的吗？我对你那么好，我把心都给你，你怎么能骗我呢？ 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哎，放他走！你干啥？你傻了吗你？我不管他做过什么，我只要他活着。 你了解我的脾气的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他就是个骗子，他一直都在骗你，他是个伪君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
跟他一起滚，不要让他看到你们。当家，不追吗？都给我滚！